大家好，我今天非常兴奋，我拿到了一支全新的乒乓球拍，这支球拍是非常棒的，我的国手教练也一样用这支拍。哇，真漂亮！你看，这边有 Wagner 的签名。 Wagner 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乒乓球手之一， All the way from Sweden。 哇，你看，这边有一个 hologram， 以证明这是真品而不是假货。如果你对乒乓不是很熟悉，你有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这边只有板而没有真正的胶皮呢？啊，好问题，这只叫 blade， 真正的球拍是中间有一个 blade， 然后两边都有胶皮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我也是有胶皮，这胶皮是 Blue Fire， 也跟我的 Sander 一样的名字，他们很棒的，是第三代的胶皮。你看，这边也有一个 hologram， 以证明这是正品。希望你可以观看我的下一个视频，我会教大家怎样把胶皮粘在 plate 上。Thanks for watching, everybody. Please like, comment,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